哦，车才可以出去哦。你不是需要帮忙吗？我来了，你可以上它。上，上啊！我说上，不是下，上不去。哎、欸，上了，我上了，我下来了。你下来了，你上了，你到底上了？我来了，我也是，我要桥车，我要桥车，等一下，这是没办法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，我前面是水出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边。 我要踩桥。哎呦！卡！哦天啊！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原本想要钻缝过去。然后嘞，钻不过去。这很像是玩那种只动一辆车子就让其他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不能倒其他车。超白痴的。哇！我的痛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我已经没有警心了，我可以不过去吗？ 可以，只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去哪。环境出来了，我打给莱斯特了。底下还有哎、欸，底下还有哎、欸。环境在弄了，环境在弄了。你打给莱斯特了、喔？我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。要打吗？进不去哎、欸。所以你出来才会有三星吧？我一直都三星啊。哦，不能解，不能解三星。跑掉吗？好啊，你跑啊，你跑啊。这辆其实还很可爱的啊。哎、欸，那台那可不可以买啊？那台。对啊，就是它很可爱。 之后应该可以吧，就必须先拥有。哎呦，还是必须解完才能够拿。嗯，汤啊！哪有人这样的啦？我躲下水道了。哎呦，<笑>这台真的看起来蛮可爱的，很可爱啊，有点想买。 它速度没有到很快、欸。What the fuck！ 我想 What the fuck！ 跟太紧了啦！它跟很紧啊，警察跟超紧的、欸。这车很慢啊。啊，街机，我会买街机铺了。所以你们街机铺是推荐离赌场最近的那个、啊？就市中心近的那几间可以了。市中心近的。 因为那个沙漠那边有一间，然后左上角也有一间。哦，那间我那太远了，我就不要。哎哎哎哎，这告诉我们开车要看前面。<笑>是啊，你在翻新？没关系，开的不是我的车。<笑>不会是我的车吧？<笑>黄黄的也不知道谁的，刚刚点到了空投，被<笑>空投还砸到我脸上。哦哦，原来如此。 啊！这么近，有这阶级步超贵，这间多少？这间180，这间2000，没办法了。不要跟在下水道好不好？前面是谁？帮我把警察杀了。啊！我在天上，我在天上啊！谁？太跟太紧了啦！这跟太紧了啦！那一定，我就去二元杀哎。对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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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我被跳下去了，我被火车载走了吗？ 我忘记了，我躲下水道了。是下水道吗？是跑到莱斯特这里了。我看，如果你们先下车，然后消警，先在上车呢？不行不行，他我刚刚直接打电话，那个按钮是不能按的。我说下车打呢？不行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。 过分哦！他们下去找你了。是。那个繁星，等一下是直接到街机铺。不是，我就在街机铺旁边哦，怎么这边都是人？你消了、哦？我消了。繁星，要不要试试看下车消，然后再上车？你讲的哦，我相信你哦。嗯。好。试看看，我只说试看看嘛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再去抢回来。抢回来，等一下。 后面都是警车，你前面从下水道走出去啊？哎，繁星呢？繁星在哪里啊？我在地铁。你在地铁底下？对啊。他们追进去啊？对啊。哇哦！就哎哎哎！谁在这里？哎！你们在底下汇合的吗？好巧哦！这么巧啊！被隧道一个头入尾吗？对，我们两个头互撞。
就我要倒车一刷。是啊，我怕后面追过来。哎、欸，好像有机会哦。这边可以，这边我刚刚从这边躲掉的。干，我出来了！我出来啦！哦，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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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快推推推！傻眼！好，这边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这，等下等下等下，火车火车火车！嗯，好了好了。没有警讯的开没用吗？我不确定呢、欸，因为现在他们两台车在地下室，我也没办法开刀。我听到地下有人惨叫的声音。哎、欸，此刻这里，好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这台真的好可爱哦、喔，而且感觉是防弹哎、欸，是啊，防弹的、啊、防弹，很耐射哎、欸，刚轮胎都没爆。这轮胎应该感觉有特制的吧？超大一个啊！还有谁？完整入侵显示板啊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喂，什么叫第二波抽奖？想吃温泉蛋？你怎么可以偷偷抽奖不讲？什么？谁想吃温泉蛋？你知道我以前抽奖我有讲过吗？偶尔吧，还好我有挂台。哎、欸，都到了，然后嘞、欸，等你。开，我开第三个了。嗨，妹子。嗨，陆中志。嘿、欸、我衣服突然变了。哎、欸欸，我是任务啦，任务。好险！哎、欸，你自己撞我的假车祸。好险！在我穿的，哎呦喂啊！别录了，阿纪，哎，你下车一下，怎么了？要把车叫回来。下车一下，我要叫另外一台车。好好好好好，我自己叫我车。取得腐败探员的 FB，FIB，隔壁有 VI， 到旁边。又可以轰了，先轰再说。任务失败，卡被销毁。还是玩，玩这个好了。你嗨轰了吗？再轰了。干掉腐败探员。我没子弹了，我没子弹了，救我，救我！我没看到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那、啊、这不就杰瑞德家吗？哎呦，附近啊，对啊，他家附近啊。真正的假车，我也没子弹的，我没子弹的。好，快，我没子弹，换个有子弹的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有子弹。你们是下车打还是上在车上打？我们在车上，子弹没了。哦，要从这个方向打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有这个玩。等下还有一个在哪里啊？墙壁旁边，隔壁洞，没事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这里。探员卡在哪？这个吗？捡东地上的东西吧。我在找了。哎、欸，尸体被挡住了，被挡住了。嬷嬷，嬷嬷，等下怎么会是消防车？救护车？消防车？有烧起来吗？是爆炸吗？是每个人都拿吗？哦，有了有了，有了，拿到了。鞭尸。哎呦，暴君一，我也要拿啊、喔，都要拿、欸，说我是每个都要拿，每个都要拿。这个这个这个，摸他，摸摸，你是摸他的，我觉得你摸的位置好奇怪、啊。我摸他的脸啊，怎么了？我看是摸他，你摸他脚下。我刚刚我看是摸他的脸，我在摸，我在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欸、你在摸屁屁吗？女的，女的，对，那是女的啊、喔。然后队友拿到鉴宝卡，还有谁鉴宝卡？鉴宝卡，这个人睡得太豪迈。哎呦，怎么跳一个新人出来？哦 ，FBI 大佬 ，FIB 大佬。
FIB 这里。FIB。应该不是屋顶吧？他说在店点在楼下，是不是啊？底下在底下啊，不是在要绕下去这边吧？不是，是吧？对的。哦，在底下，底下吗？地下个停车场那边吧。你好好开车，你冲啊！我在找路，干嘛？到了。不小心点到就算了，还露出一路再露两下。然后再往上在我在那个马路旁边。就嘿啊，你知道的嘛。嘿啊，嘿，对啊，就那个如果没有死透的话，再这样子嘿比较嘿。对，比较不会被发现。这边。上面是不是？对。上面啊。我全身是血，走进去不是会吓死人？我跳！这个人都要。他叫我们进入，我们就进入吧。嗯，我可以跑起来吗？不能惊动而已啊。进去直接猫他一拳。哇！怎么了？你是电线杆。第二个。通过。通过，巴萨，巴萨，叶公山，我可以坐电梯耶！电梯，拍谁哦？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好多红点点啊！我下车按到一，然后我的车爆冲到里面来了。哦，要找讯号了。你说车直接冲到里面去？你掉下来看到大门里面有一个车在里面，越弱可以跑吗？我跑是没事，好像可以跑。梯，哇，电梯这也变强一点点，感觉是在对面呢。对啊，电梯的，然后这有开了。哦，这边信号比较强。出来之后左转，哈基。好。电梯出来之后左转。我需要按电梯门吗？不用。哦，害路装置。拖走。好，我们要走了，不是，我还在一楼，这电梯真的不用按钮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就直接走进去就好啊。我走进来之后就在电梯里面，那边痛啊。我都要下去了。没有传送点吗？我出来了。嗨，我走错电梯，走错门了。嗨，右边那个电梯。那我们要出去了，信号不太好。拜拜。你怎么把车停进来啊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哇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突然警报声响起来？我要开门！我要走了！我车出不去，走了！我要上天喽！飞上天！然后敲了他一拳，好爽！好，我要在接气铺上面。你这是 CEO 哈，不是摩托邦哈 ？CEO。好，然后。叫那个摩托邦把它收回去。嗯，哦，这里不是地下道。我在天上盘旋，等警星消掉。我感觉这个接机铺还算好记啊，位置。嗯，我到了。我在等萧景星到了，等萧。哇，想吃炸酱面了。吃。等级上升。消掉了。这慢慢降落，快结束！电线杆。
电线杆。哦，撞到了，你是撞到啦、啊。啊、那也玩游戏啦，那电线杆没有摇晃。白痴哦，我怎么会拿枪瞄警察啦？啊！又有警金啦、啊，是6500。啊，太穷了吧！少哦，杰克，老板，老板，我们当保镖了，我没办法调这个啊。老板，瞄准 PP， 瞄准 PP， 对 ，PP 就是 PP， 对 ，PP， 发射！我决定我要花一笔钱去买那个接机啊。为什么、啊？感觉之后都会用到啊，比如说嘞，大概啊，我只是好奇，帮助贝克女士转移钻石毒巢，因为他现在的任务都是一个设施接着一个新任务啊，像之前毒巢那边也是这样啊，嗯嗯，这感觉是，因为我这边现在接下来是那个一般的前置工作。哦、然后有一个是锁起来的，然后按 tab， 他是说贝克女士转移钻石赌场度假村的所有权，感觉这应该是那个吧？我们那时候没解的前置任务哎，所以我们要去解另外一边、嗯。我不知道哎，我就先解前面可以解的，后面再看看。好，金库门禁卡，我要买另外一栋，虽然这一栋看起来不错，也比较便宜。哇哦！你是说街机铺吗？对啊，我看到有一栋是好卖屋的，嗯，它比你的贵了大概70万吧，嗯嗯，但是它是跟赌场是一条路就可以直接接到，它不需要转弯什么。哦，你有我那个夜总，你说夜总会吗？街机铺，我你不是说跟哪个一条线？跟那个啊，赌场啊，哦，三宝，这妈变三宝，有外改装个人空间，龙虎榜这不需要，霓虹灯，哦，这个好像不错，壁画。加了哦，他还有车库，车库加了多少钱？20万，这贵。我觉得车库不用了，个人空间就好了。嗯，额外改装个人空间，个人空间也要15万哎、欸。因为个人空间的话，你就可以在那边重生啊。嗯。他能够买街机吗？不行啊。可以啊。后来之后的电脑里面你可以买哦、先等这个任务解完之后再看看状况。嗯，他可以买 Switch 吗？买 Switch 吗？这里面有宝可梦。大家说以后就有联动功能。我上次不知道看谁台，要不然现在这个什么 RP 哦、喔，可以在里面的手机玩真正的手机游戏呢。哇哦！就是我看到有人滑神魔、哦，超扯的，这么酷！我记得 Michael 不是有类似的模组？对对对对，所以他那个神魔是有跟现实的有、哦，他那个队伍都是我看到应该是真的有在就是在玩的，不是那种一般的队伍，就是真的是有联动就对了。对，嗯，哇哦，好猛、啊！我看刚刚里面蛮精彩的啊，哈基，里面精彩，对，在哦，好好好，对，好好好，好好。然后我刚刚不知道怎么，我很自然的就一直往他的，哪里啊？下面一直瞄准，然后一直射。男生啊、嗯，男生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？什么？你没有没有什么啊？什么东西？啊、我听不太懂。杰克怎么了？你们在刚刚房子里面在做事情？哦，男生跟男生啊。没有男生跟女生啊，女生跑走了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代替那个女生的位置？
不是。好。想说你怎么一脸惊慌的跑出来？我刚进去啊？怎么了？里面这是这么大？没有，我挺大的、啊，但是被枪支打烂了。哦、oh, ，所以你拿你的枪打他，哇，对，使用剑互打，枪、所以你代替了那个男的位置，那、女的跑走了，哦，哦，哦，所以只好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谁左右手啊？那我干嘛这么惊慌的跑出来呢？手不见啊！啊，我的手！其实这样也蛮快的、欸。第二个，然后你们衣服有换回来吗？还没有。没有。卡住了他就是那个衣服了。哎，不能当草莓了。不能当草莓了。他就是那个衣服了。那、我要当假面骑士咯。行。这在风格这里吧。在哪里？套装。巡逻路线。不能换了、不能直接换吗？我记得可以直接换，不是吗？要拍照、忘掉了。套装。应该是吧。小说味。安全帽。而且我们衣服上有一张卡、欸，胸前有一张卡。衣服上胸前有一张卡？对啊，你们没有吗？就是刚刚拿的那什么 FIB 的卡。我换一件衣服了。哦，好。这样我还进得去吗？应该可以吧？不知道。应该是用不到了吧？刚刚都进去了。哇哦，红点点怎么这么多？好密集哦！傻眼呢、寻找车辆？怎么寻找？进去里面找？要避开锥形的。干嘛？我靠！他说避开、吓死我了！等一下，煮掉，煮掉他们，炸掉！这好像比较快。抱歉，我按到了，我按到了，对不起。哦，没子弹。我又忘记我没有子弹这个事实了。怎么了？哦呦，三宝。可以啦，他们 OK 的啦，剩两个人了。我知道 OK 啊，我刚准备要潜行进入了呢。因为他有个路线可以走。哦，寻找车辆在哪里的？哪一台？我看。02 S 什么？看车牌02什么的。零二，不这个啊？翻这台吗？零二 A。可是我没有走东西啊。还是因为有警星的关系啊？为什么两星？可是我刚没有打的啊，都。他说找02 A 那一台啊。02 A 什么？我刚没看了。就他就闪一下欸，会不会有其他台02 A 啊？是吧？会不会被我02 A 会不会被炸翻啊？04炸翻应该是直接任务结束了。就只有这一台最香啊，应该那台吧？对啊，影月那台，影月啦，车厢。这里有台02啊，
这里也有塔，在后车厢。啊，开后车厢。哦，第一次开后车厢哎、欸。哦，用相机近距离拍那张照片。保全班表。有拍了拍了。还自拍啊？还想拍自己啊？我爱自拍。离开，好，离开。走都滚来这里了。你胆坏，哎呦！哇，你怎么走的？哎呦，这是推平哦。哇，升级都有啊。哎呦，挥起来喽！挥起来！啊，怎么有警车在海边啊？看，这是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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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他下海了，有他下海了！你要下气了吗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有消波块。你在消波块啊？对对对，好，我警星下了。等待您的组织离开该区域。离开是离开了啦，警星还没消就是。对啊。哎呦，怎么下面也有警车啦？对。不在、欸。哎呦！哎呦！你们好了吗？快了 ，OK，、哦、完成。哇哇哇！一堆设施在收钱啊，好可怕、啊！扣钱一直扣啊。你的资产越多，扣的越多，真的。我还在扣钱啊，别墅水电费扣完了。好，我得扣完了。下一个任务，下一个保全货物。好，来平衡一下战力。再来平衡一下战力哦。好多，好多什么？哇！我还没看到东西。摧毁毒草，保全货物。看来是要分开进行喽。嗯，然后现在我们的暴君没有火箭炮哎、欸，我打算重换一台，我想炸掉一台。你就把车子停着，然后叫另外一台，再重新叫一次。他就会说太近啊，要跑远一点。你就跑掉啊，跑远一点啊。走喽，哦，这台真的好远啊。Excuse me， 怎么了？没有，我的暴君卡在奇怪的地方。什么？你在海上吗？有海上的货物？我怎么一直飞？感觉要飞出外海了？这都出界。哦，真的有海上货物哎、欸，船哦、啊，哦，嗯，不知道是船还是直升机，哦，船，看到它了，咻，我火箭，
嘣，又炸一台。我现在往北区那边去了。嗯，炸掉一台，有了。诶、欸？怎么了？没有，他奇怪，我炸一台，又两台，怎么自己坠毁了？嗯，好、啊。然后这两台就自己运运运，然后没动力感觉，然后一台明明跟他无关，然后另外两台自己就下去了。还是目标炸掉其他两台护卫的就会自动毁掉。哎、欸，九九九九了，九九九九，他记得、啊。对对。哦。哇，这个如果没有人帮忙，要炸一个人炸这么多台，很累耶。这好像是他刚刚好像是说，你炸越多之后的任务会比较简单一点。哦，所以时间内炸越多越好。嗯，好。好猛啊！你们顶到九九九九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温泉水煮蛋，水煮蛋，水煮蛋，这个是海上的。这你们有吃过温泉蛋吗？有啊，我刚吃。你刚吃了？对啊，是温泉蛋。温泉蛋，我还真没有吃过温泉蛋。啊，它是一艘船。哦，你的外面那艘也是一艘船。哔哔哔哔，棒，卡棒。哦 ，OK， 我炸到信号干扰器。你炸错东西了。为什么哔哔哔？好，按右键。感觉剩下的都在上北部区域了。是那边的了。嗯。似乎有一个在海上吗？好像是。海上，海上！哎呦，听到周围有爆炸声。哦，在海边。结束了。哟，怎么不过来了？嗯，可以啦。咦，有了，我开始扣薪水了。扣薪水，扣水电费。你们薪水都够少，还扣薪水？什么？我这么努力工作还要扣薪水？完了完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死亡！我从山坡上滚下来了。你滚下来了！我车还在滚。他在开心的翻滚。鞠躬。这有人屌九九九九，还真的有哎、欸，九九九九。好了好了，就抽一下啦。就这样有人按了，这样在里面按了九九九九，这样按了九九九。你是说既然有人按，还是说这样有按？我说既然。哦，我、哦哦、是这样按了九九九，这样按了既然。等一下，我这里有39999了。哇塞！太扯了！哇，那要抽四次哎、欸！好啦，既然都有人按到3万了，那我就再抽一下嘛。哎耶，去抽奖喽！哎呦，这边目前最高的是谁？最高是谁？哎呦，等一下 ，GTM 每次都把我切成英文输入。嗯，叉叉哦，好。有出现7万的吗？7万出来的话，我就逮个抽。7万，有啊，69999啊，好扯哦。但是有人点到啊，点到那个我就直接来抽个大礼、啊，也不是大礼，而是很大包的抽奖。
我是说四次有三次我中的那个吗？你还敢说？还敢讲？我一次都没抽到。哇塞！9999！抽抽抽抽起来！到底怎么按的啊？三万，我看到小心，我跑过来抽奖，还抽，还抽。诺诺那个图案验证好霸气哦。嗯，啊，就是个图案验证。哦，类似拼图，你要滑到那个刚好的位置。哦，验证，我不是机器人。对，我真的就是有一个前置工作未解。感谢小新的礼物，好，电砖，拿钱。哇，辛苦了，9999，哇，怎么好猛啊？电砖。地图哪边嘞？车。在哪里啊？他还没跳出来，还没跳。鲨鱼卡，红木赛道，赌场那边吗？还是没有？在那个设施那边。沙漠。那你们去哦。那么懒。对我懒。点钱啊。你可以加薪问一下游戏。老板，我要加薪。老板，我要加薪。我也有。真宽。那我改成1999再抽一次哦。不用啊，9999就可以了。的风也像思念。哦，原来那一台车哦，早知道我刚刚轰的那台车，白痴哦。嘣！欸，那 Q 国链啊，要许贵啊。嘣，是这台吧？欸，我掉了。我本来想说开枪射他们的。是车可以炸吗？打晕他？不知道。偷走电筒打晕他？对。嗯，骑到前面拦他吧。嗯。欸，他倒了。翻了吗？他快翻了。他绕什么圈圈啊？欸，他绕回去了。哦，你把他推回去了，我都站好了。然后把他撞回来。给我回来！小心要加薪哦。没问题啊。那有什么问题？那是防弹玻璃吗？嚯！欸，阴阳师可以正理吗？